真是让本王大开眼界啊。人们都说杨秀清不耻于人，恶贯满盈。哼，我就没想到有你这样的美人如此钟情。杨贼有艳福啊。北王带着这么多骑兵来对付一个弱女子，你好威风。哼，董王府里就你一个人漏网，本王正要借于天下追捕你，没想到你还居然敢斗胆来替杨贼收尸。哼，你的胆量我佩服。你与杨秀清一同起义，情同手足，共同讨伐青妖，先手足自残，同根相见。你一口一个洋贼，我看不出你是什么英雄。你应该去讨伐青妖，和青妖决一死战，也令天国的人佩服。你现在杀人越多，越证明你胆怯。活腻了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我不会让你留下一个烈女的名声。懦夫，来呀，把她给我带回北王府。走。天王，天王，打开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可算回来了，让朕盼得好苦啊！啊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啊，陛下，如果不是臣病倒在安庆，奉诏后当能及时入京。臣万万没有想到，
北王这么性急，先动手了。唉，你要是迟来一步，这天津可就遭劫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有你回来匡济大局，那朕也就放心了。北王的屠戮还没有停止吗？对东党人的处置，韦昌辉一开始便与朕相左，朕再三告诫要宽纵为怀，可他就是不听啊。哎呀，杀人越多越难收拾，哎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是不利于太平天国的大局啊。哎，现在很多将士都在外面征战打仗，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天津，如果杀那么多人株连甚广的话，那就会伤了这些将士的心。我认为不管怎么样，必须立即制止屠杀，那些押着未杀的应该马上放人。大包说得对，可是朕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，他比杨秀清更霸道，这几天他发号施令，一切事情都不经过朕。杨秀清虽然专断，可大事他还不敢越过朕。这个韦昌辉也太混账了，不就是为了执掌朝政吗？又何必呢？大凯啊，如今匡扶太平天国唯有靠你了。我要去见他，我要和他城破厉害的理论一番，我要劝他回心转意。这怕是与虎谋皮呀。大凯啊，朕也劝你不要去北王府，你这时候回来本有真功之嫌，你要小心他对你下毒手啊。那陛下，你以为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赤手空拳是不行了。这样吧，你马上回安庆去，朕再给你下一道靖难密诏，你带本部人马造成兵临城下的局面，韦昌辉的气焰就会陡降，那时候你再进城收拾他，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我想还是先去劝劝他，如果他能悬崖勒马，不就免用刀兵了吗？如果他仍然执迷不悟，我再用天王之剑除邪扶正。大凯，你去北王府千万要小心呐。臣记下了。天津事变，殿下已经做到了洁身自好，如二次再来杀韦，人人都会以为殿下是在与韦昌辉夺权争宠，这就坏了一世清明啊。虽不可提兵杀向天津，也不能冒险去北王府，天王尚且不能约束他，殿下去了反而使他反感。不能去，去了必落陷阱。我去了会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与他韦昌辉无怨无仇，自广西起事以来配合也算默契，所以我想他不至于对我起杀机。当初天王召我和北王密议，以议定不株连，可现在他滥杀无辜，以为出众，我有责任警策韦昌辉止杀。我必须告诉他，内耗比敌人之重创尤为可怕。如果再这样乱下去，那天国的大业将毁于一旦，他北王也会成为千古的罪人。我相信他不会无动于衷的。殿下，他现在已经昏了头，
你说什么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我也知道此去有危险呢，可我必须这样做。北王的滥杀，天王欲令我带兵靖难，这都会彻底毁了天国呀。为了挽救天国，我必须去。 只要他违常回能听我一句劝告，那时局尚可改观，时势就可挽回啊！殿下一定要去，我和海洋深藏暗器跟着。呵，那可真是鸿门宴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好，姐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有急事的话，晚上我回来时再说，好吗？ 姐姐，我有急事要跟姐姐。没事，王一中是自己人，有事你尽管说。我想请姐姐帮忙，把傅善祥救出来。哟，看不出你长大了啊！这傅善祥可是太平之花，杨秀清的掌上明珠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救他了？ 姑姑是他表姐，是吗？<笑>你什么时候攀上个这么如花似玉的表姐的呀？啊？庆贺攻破江南大营那天，我在陈玉成那儿把酒喝多了，醉倒在大街上，让巡逻队给抓了，是傅善祥救了我。<笑>哦，是公子落难，小姐搭救。 怪不得你那么痴情呢，啊！不行就算了，回来。哟，求人的脾气还这么大。你要是对傅善祥有情有义，为了他，别说听几句难听的话，为他去死也是应该的。哼，那才叫真情呢。人家傅善祥比你烈，比你情真。 冒着死给杨秀清收尸报知遇之恩，在天津城都传为佳话了，你照人家呀，差远了。我也替傅姑姑求情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是难为我呀。我也不是万能的。这傅善祥不是压在北王府，是藏在北王府。现在北王府是杀气腾腾的人间地狱。别说是我，就是天王下一道诏旨，韦昌辉也未必放人呢。 况且，谁不知道傅善祥是东王府杨秀清的第一心腹？像这样的人，杀一百回都是应该的呀。哎，韦昌辉啊，有一百条理由拒绝放人。哎呀，姐姐说的也是。看你这个样，看上什么人不好，偏偏爱上个傅善祥。你的眼睛长到天灵盖上去了，可真能往上看呢。 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呀，姐姐是过来人，你能骗得了我？好，就算是你表姐，行吧？哎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只能去找韦玉娟了。可她在东王府的大屠杀中受了惊吓，又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她能帮上这个忙吗？丞相，韦玉娟和你最好。 他不会不管。哟，你倒挺会做人情啊。好了，你们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去看看。见韦玉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啊，那就多谢姐姐了。我就知道，姐姐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你不会不管的。哟，我可不如你那个表姐啊。
实在对不起，我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你是出了名的烈女，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于心不忍。来呀、啊！下去。按理我应该杀了你，可我下不去手啊。以前我只能在远远地看着你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太美了。杨秀清算什么东西啊？他不过是一个烧炭的村夫，他有什么资格来占有你的国色天香？太平之花不该凋谢，如果太平之花卸在我的手中，那可是罪过呀。所以我决定不杀你，让你活下来，你高兴吗？嗯，活着对于我来说是可耻的，多余的，我早就该死。你不要说气话嘛，杨秀清能给你的我都能给你，而且我胜他一筹，我要封你为太平天国的第一个女侯。我视你的王侯如粪土。你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不要以为我舍不得杀你。告诉你，我杀一万个和杀一万零一个没什么不同。那我谢谢你，你成全了我。你就这么想死？哼，你想当劫富猎富，你想让后人给你立贞节牌坊啊？哼，我偏让你当不了劫富，我让你死不成，我现在就让你失去贞洁。放开，放开，放开我看你这个烈女有多烈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北王若想如此，也不该在这样的地方苟且。我依你，我马上让他们收拾一间寝宫，请吧。韦丞相叔叔从武昌派了专差来说，杨府清、杨怡清擅自撤离，带走了一万多兵马，他们原来的房地已被曾国藩占领了。啊，混蛋，杨家二贼现往何处去了？沿江东下，现已到了安庆。
投石达开去了。密切注意二阳的动向。会不会杀向天井来报仇雪恨呢？哼，这可太好了，我就怕他不来呢。我已调了几万军队在天津外围，我早就防着他这手了。哎，我让你打听石达开的消息，他进天津没有？昨天下午他们就到了天津，连家都没回，就奔了天王府。带了多少兵？只带了几个贴身的排刀手，还有他的岳父黄玉坤、谋士张遂谋、曾锦谦。他待了多久？半个时辰。哼，他这是来者不善啊。进了天津不来见我，先去见了天王。他是又逃什么密诏去了吧？啊，对石达开不可不防啊。现在街谈巷议都说的石达开仁义，顾全大局，不插手兄弟相争之事。他石达开捞够了毒本，跑这儿来跟我下大赌注来了。想得美！哼，想跟我韦昌辉一起坐收渔利的人，这个人他还没出生呢。这个人不可留啊！广西峰的老王中只剩他一个可以和北王叔抗衡的了，他若倒向天王，对我们大为不利呀。干脆杀了他，以除后患。反正他也没带兵嘛。北王，啊，北王。翼王石达开在乞食亭求见。呵，来得好快呀！北王，动手吧！不，要杀他也不能在北王府杀，不能大张旗鼓，不能给人留下口实。那就暗杀他。别着急，我先听他说什么。来人呐，更衣。小弟还没忘记，这几个字就是殿下亲手所书。当时你还对小弟说，我们应该永远不忘王室，永远勤于王室。是啊，我是兑现诺言的。在你病了的时候，只好由我独撑危局，秦王出奸呐。殃溺已除，天国该愈加兴旺发达，才是真正的秦王。哼，这么说我不是真正的秦王了啊？我杀了杨贼杨秀清，反倒是天国衰弱了，小弟没有这个意思。锄奸讨逆，你北王兄自然是头功了，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魄力，小弟是心悦诚服啊。今日小弟到此，只是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北王兄能否原谅小弟的冒昧。你说吧，你我本是兄弟，可以言无不尽啊。说。这兴国之本在人和，没有人和人心，再好的天时地利也不行啊。当初我们在广西起事以来，彼此就是能够换心，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。为了天国大业，你我把家都毁了，把所有的铜板都交给了圣库。那个时候能够所向披靡，靠的正是人和。人心齐，泰山移呀。现在人心不和了吗？这东王想篡权自立，你我奉诏讨贼，这也是为了人和呀。啊，
兄弟一回到天津，就有一种恐惧之感，人人自危呀。啊，恕我直言，这杀人不可太多，能宽纵者尽量宽纵吧。那些人反会感你北王之恩呢，也会为天国之大业尽心尽力。如果杀人太多，人心就会散，那清妖就会有机可乘啊。我倒想一个不杀呢，这手上一滴血也不沾。像你似的，还可以站出来充好人，说动听话。可是这亡命谁去执行啊？啊？哼，这杨秀清的人头不落地，这天国不更是危机四伏了吗？我不是说不能杀人，杨秀清他的死党，还有那些个为虎作伥的人，理当该杀。可是那些底下的人，曾为东殿做过事的人，他们有何罪之有呢？哎，我说，你连斩草除根的道理难道都不懂吗？啊？哼，你处在我的位置，不见得比我杀的少。你没杀人，当然可以在这里大发慈悲。哼，我可不想当东国先生。你还是三思为好，免得自食恶果。我有什么恶果？嗯，哼，大不了你石达开再讨一封密诏，提大兵来讨伐我。哼，我等着你。你。告辞了，还请北王殿下三思啊。小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天国好，也为你北王好。不送了。哼，出来吧。北王，为什么不下令杀了他？你没见他的随从手都握在枪把上？这不是儿戏。他们还能跑出天津城去？事已至此啊，非杀石达开不可了，以后必是祸害。是啊。义王府里没有多少兵，精壮都随石达开出征去了，剩下的都是老弱，不难对付。今天晚上包围义王府。遵命。娘，太闷了，咱们到外边走走吧。啊，好啊，你们去吧，我这腿脚啊不方便。饭后百步走，不到99，咱们走吧。好，那就去。哎，我为啥不乐意出来呀？你看这都成了兵营了，这哪像居家过日子？当初打来就不讲了，现在又闹成这样，这都是你哥哥惹的。是啊，他杀人太多，给咱韦家到处树敌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跟你爹说好了，过一段呐就回广西老家去，比跟着他在这担惊受怕强啊。恐怕他不会放你们走的。哎，可不是嘛。这几天呢，我出北王府大门一步都不行了。他口口声声的说是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？你说。哎，啊，娘，来。哎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这里是堆陈年旧物的地方啊。我出嫁前在这屋子里玩时丢过一副金钗。那时屋子里堆满东西不好找，现在东西都搬空了，我去找找啊。哎呀，算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过些时候我再给你打一副就是了啊。我那副好，可惜了的。公主，这里不能看，请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
这是我们家的地方，我想看哪儿就看哪儿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公主，别怪罪我，这是北王之命，说除了他之外，谁也不准到此。这么说，北王的娘也不行了？我倒要看看。我来了，把门打开。那小子就没命了，请饶命吧。你看你吓得那样，莫非这里边关了个妖精不成吗？起来吧，告诉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，若说了实话呀，我们也不看了，不难为你了。啊，那里面关的是个女人，就是太平之花傅闪祥。哦，是她呀，你早说不就得了，你现在让我看，我还不看了呢。可不是，她是要犯，说不定哪天就拉出去点天灯了。哎呀，就是那个给东王收尸的女人呐。是她。哎呀，这可不好啊，应该成全了人家。哎，杀了劫掠之妇可不好啊。哎呀娘，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走好。哎，玉娟，你可回来了。姐姐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在第三进院的东阁院，一间上锁的空库房里。那你见到人了吗？没敢靠近，我怕打草惊蛇。我连我娘都没有明说，我怕你们没法救她，又不能从正门出去。这傅善祥又不能飞檐走壁，他能爬得上高墙吗？哎，你不是练过功吗？我一个人还能对付，背一个怕不行啊。我行。哎呀，你呀，再长高半尺吧啊。哎，王一中，你背着一个人穿房越脊行不行？别过200斤就行。他顶多有100斤。行了，咱们从长计议一下吧。啊，姐姐请。啊，如果要行动，只有今天一个晚上。嗯，因为大十字街那边连点天灯的台子都已经搭起来了，明天要让万民观看，给傅善祥点天灯呢。哎呀，我该回去了，但愿傅善祥命大，能逃过这一劫。嗯，丞相，翼王带人来了。你们两个先吃着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嗯。哦，快，请坐吧。玄秋啊，门口最好有人望着风。好的，王一中，你出去一下，看着点儿。是。翼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你们这样子，好像是逃难的吧？差不多吧。当真人不说假话了，北王要对我下毒手，只有在你这儿暂避一下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他疯了吗？是不是你们看走眼了？我们连家都没回，韦昌辉派兵把翼王府给围住了。有人传来消息说，今天夜里他就到府里去抓人。那我马上去见天王，让天王下特旨。哎呀，就怕韦昌辉未必肯听啊。哈，现在不宜下特旨，他没有动手他会否认的。我倒是担心天王会不安全。不，他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也不懂了。我看天王不会有难，至少在韦昌辉没有立稳脚跟之前，他不敢动天王。对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一来想请你转告天王，那韦昌辉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；二来想请你为我们找一个可靠的守城将领，我们连夜出城，坠城而出。这样可靠的人我倒是有，可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。堂堂太平天国的翼王，来时走城门，出去时却要坠城而出。
那我们一走，义王府家眷怎么办？他们不是要遭殃了吗？只要他们抓不到我，就不会对我的家眷下毒手。要是抓到了我，那他们一定会杀个痛快。况且我现在就是有心去接家眷，恐怕也是办不到了。都是你心太软，对韦昌辉总是估计不足。殿下出去后怎么办？打算提兵回天津靖难吗？到时候看情形再说吧。那总是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情。不过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绝不能提一旅之师来攻打天津。是啊，那样的话连我们的敌人都要看我们的笑话。北王，三五天就好了，没有伤着骨头，也没伤着筋，不幸中之万幸啊。北王叔，北王叔，还去看吗？点天灯的台子都搭好了。我不看了。哦，下令全城万人空巷，都去看傅善祥点天灯。啊，对了，你去叫他们捏几个折子，叫天王也来观行。哼，他能来吧？措辞要尖刻有力，叫天王心有余悸。哼，他不敢不来。明天，接着把所有监禁的犯人统统给我杀掉。先杀傅善祥，再杀石达开。啊，对了，石达开的罪状拟好了吗？他们正在拟，罪状只有一条就够了，包庇杨秀清，是杨秀清的死党。哎，光这一条还不够，要写上他通腰，与曾国藩、左宗棠有来往，把天国的军机，哎，泄露给清妖。这人家能信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刀把子在我的手里，我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我叫你石达开享扬美名，我让你石达开比我还臭。我让他万劫不复。我韦昌辉不过是手狠了点儿，可是你石达开通敌叛国，太平天国会万众唾骂。也当着天王的面杀石达开吗？当然了，我不能让所有的罪名都由我韦昌辉背着。我替他草拟几个诏旨，杀人是他洪秀全主使，我韦昌辉不过是监斩而已。
姑姑。啊，静姐。姑姑，姑姑。还有口气。快。什么人？啊！静。燕王让我来禀报天王，他也是没办法的事。燕王的军队是北王强行征调的，如不去，燕王也就自身难保了。做做样子倒也无妨，如果真的与韦昌辉沆瀣一气，日后朕绝不饶他。臣转告他，但他确实是违心的。自从上次陛下巡岛之后，我们都不会与韦昌辉同流合污了。陈成荣，史大开还在义王府吗？臣不知道，但臣想史大开回京之后，岂有不住在家中之理呢？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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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是。陛下，这韦昌辉不除必反无疑了。他包围了义王府，这样的事居然也不向天王陛下启奏，这不是反了吗？天王，天王府外来了不少北王府的骑兵，臣问他们来干什么，他们说义王谋反通妖，怕谋害天王，所以来保护。岂有此理，真没看出来这小子比杨秀清还坏，一拍脑瓜顶，脚底板流脓，事不宜迟，除掉他。朕是指望史达开为朕除奸，没想到那个韦昌辉先下手了。他一旦剪除了史达开，那天朝没人与之抗衡了。不行，就来他个鱼死网破。咱们天王府还有3000精兵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让秦日纲倒戈秦王。到那个时候，韦昌辉可就完蛋了。下策。现在韦昌辉疾风正盛，我们硬拼是不行的，他为什么要来派兵保卫天王府？名为保护，实为防范，防范天王府出兵讨他。朕以为他现在还不敢黄袍加身，他也不敢派兵来攻打天王府，他还要靠朕的名义招抚外面的10几万将士。什么时候4梁8柱都换成他的人时，才会对朕发难呢、啊。我再忍下去，这也太窝囊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叫他张狂几天，他会比杨秀清塌台的更快更惨呐、啊。陛下，如果史达开被韦昌辉杀了，那怕将来无人敢应其风挫其锐了。哎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嘛，啊，你们都沉住气，在表面上让他感到我们没有准备，让他感到朕软弱怕他，他总有打盹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朕就会出其不意，一举除之。
原来天王有成算在胸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天王，天王，天王府有北王派人来保护了，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吗？哎，我们刚才正说这事儿呢。看来今天晚上要对翼王下手了，那一带十几条街都不允许行人通过了。啊啊！你们几个先下去吧，先下去啊！是是。啊，试试。宣娇啊，你陪朕坐一会儿啊。宣娇，石大开到底在哪儿？石大开在我手上，今天晚上后半夜我送他出城。这个石大开真够精明的，他居然没回家。他也干了件蠢事，他跑去劝韦昌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岂不知韦昌辉是个连佛都想杀的人。朕以后可以依靠的只有他一个人了。想当年我们广西起义，永安封王，武王中战死了南王、西王，韦昌辉又杀了东王，北王已成了叛逆。这亲兄弟一般的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呢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石大开这个人素来圆滑，不愿介入是非，这一次他可是尝到苦头，会竭尽全力的。宣娇，嗯，你带一道诏旨给石大开，叫他火速起兵回朝靖难。最好关起门来打狗，不要外援。万一石大开提调几万人马杀回天津，天津城又会是一场劫难。如果轻妖趁虚而入，我们岂不得不偿失吗？到万不得已时，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即使是太平天国从此夭折，朕也绝不让韦昌辉做了朕的江山。哎呀，洪丞相，怎么有空到这里来找我这么一个小门官呢？怎么，把守天津大门还嫌官小？你如果不乐意干的话，回到我那儿去，还给我当马夫。你一句话，我明天就回去。洪丞相，有什么事吗？注意点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今天晚上后半夜我有几个朋友出城。你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？你要是想放人出城啊，到天王府北王府去拿个令牌，谁还敢难为你啊？哎呀，我来求你必有求你的原因，必有我的为难之处嘛。注意点，你不会觉得我会把奸细放出去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天王的妹妹，整个天朝都是你们家的，你会干那种事儿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出城的人对天朝来说非常重要，你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走漏风声，你能办到吗？能，脑袋掉了不就晚大个疤吗？那年我得了瘟灾，若不是你从大道上把我捡回去喂汤喂药，我早就死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子时一刻我带人过来。哎，万一要是碰上北王巡城，那样的话可就糟了。他今天晚上会不会来巡城？北王巡城
可是风雨不误啊。那有没有准时辰？没有，他说不准从哪个门先查起呀、啊。又是刚刚查过，不到一刻又回来了。他就是让大伙摸不准他的章程。八门的将士没有一个不怕他的，倒是少出了不少的事啊。嗯。看来我们只能碰运气了。也许他今天晚上不来巡城了。今夜出城的一定和东殿有瓜葛，不然你不会怕北王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去找朱一莲。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。那好，咱们走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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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好，翼王，这是守城门的朱一莲。这是怎么了？逼得翼王都得偷偷出城，这天国，这不是要完了吗？不许乱说。这怎么行？如果让北王碰上，我可怎么交代呀？笨死了，你不会跟翼王一起出城？反正你在城里又没有老婆嘛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开城门去送翼王出城。是，翼王。翼王，天王的密诏藏好了吗？啊，已经藏好了，缝在我兜兜里面。翼王，天王就怕你早点起兵了。好了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过去看看。好。回去！天王有令，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北王，城门怎么开了？走，我去看看。驾，走，驾，驾。走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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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士兵给我抓起来，都抓起来。好，是。马上学习翼王符，杀他个鸡犬不留。是，就是。
走，快点！来呀，进去看一看。是。快点！北王，这些人怎么不杀呀？杀！韦昌辉啊，周公不如你死有余吧！报应来得好，死得好呀！他是谁啊？这不是石达开的岳母吗？你想喊什么，就快点喊吧。再待一会儿，你就什么都喊不出来了。你把他的舌头割下来。是。呸！你这个狗东西！撤了！这。北王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一直在这儿。是不是你打算日后在石达开面前给自己留条后路？北王，这，他是谁呀？石达开的第二个王娘。燕王，这个由你来杀。韦昌辉，你个丧尽天良！这个我认识，他是石达开的叔叔。陈成荣。把他们统统都杀了。是。慢，这是为什么？明天去天王府。天王府？石达开去过天王府，我们要找天王要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可真笨呐！要想杀石达开，有了天王的手谕，不是更方便吗？是啊，一箭双雕啊！走，走啊，打道回府。走。请天王出来，臣有要事面奏。天王，天王，天王，请天王出来，臣有要事面奏。天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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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王出来，臣有要事面奏。常辉胆敢围攻天王府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天王，天王，韦常辉要你出去见他，否则他带人进来面奏，万一大兵进来就不好收拾了。好，朕去见他。哎，哥，不行，现在去见他，凶多吉少。顾不得了。我想他还不至于现在就篡位吧。孟德恩，在，准备好咱们的排刀手，万一打起来，就死守天王府，同时出城搬救兵。天王，你就放心吧，韦昌辉攻不进来的。
韦昌辉，你见了朕不下马，是叫朕，还是意欲谋反呢？启禀天王，军情紧急，恕臣盔甲之身，不好行大礼。你派兵包围天王府，这是为什么？天王安危关系着太平天国的大业，臣岂敢怠慢？可天津城内东殿余党猖獗，臣不得不防。哦，你是怕有人害朕啊？难为你一片忠心呐。你杀了好几万人，这杨秀清的余党你还没有杀完吗？哼，杨飞余孽已不是大患，可石达开通妖危害天国，天王不可轻信呐。石达开通妖，海清有何证据啊？这就是他通妖的证据，他写给左宗棠曾国藩的亲笔信，当年他就与左宗棠勾勾搭搭。昌辉啊，当年他见左宗棠的时候，左宗棠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书生而已嘛。石达开是位天庭懒人才，这不能算是通妖嘛。可他这封信里要与左宗棠里应外合。这个事情朕还要查一查啊。这石达开也是老兄弟了嘛，怎么忽然一下说他通妖？石贼和杨秀清本来就是死党，当年我和他一同接受天王朱阳密诏，可他故意称病不来助我。昨天他又跑到我这儿来指责我杀东党的人过多。哼，石达开抗旨降妖，天王你说他该不该杀呀？爱卿勿疑，石达开必不负天国。天王现在还在庇护石贼，将来必被石贼所害。为太平天国计，我决心除奸，请天王把石达开交出来。你怎么向朕要起人来了呢？这石达开何曾在天王府中啊？哼，有些人看见石贼就是藏进了天王府。是吗？海清是不是想寻找借口另有他图呢？你如果想试试，那就请便。臣岂敢造次啊，臣只是希望天王能把石贼交出来，这也是臣忠于天王之举啊。臣是唯恐天王卧榻旁有虎狼。北王昨夜不是在仪凤门外追杀石达开了吗？你明知他已出城，却跑到天王这里来要人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昌辉啊，达开真的不在这儿啊，将来你就会知道朕所言不虚嘛。那既然如此，臣就告辞了。为了太平天国大业，臣不得不自专了。哥，他此去必是去图翼王府，
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吧。眼下能保住天王府已是万幸了。我们在外开拓疆土，流血征战，他们可倒好，在天津里没完没了的自相残杀。你听说了吗？北王带兵血洗了翼王府，还在通缉翼王，说什么翼王叛变投敌，这个你信吗？平是江山的根。